右边。我想要跟太子帮好好喝一杯。今年非常难得，大家各奔东西，大家各自有各自忙碌的，大家有家庭。今年真的，大家都回来了。因为我也年纪大了一些啊，当年28岁啊，现在41岁，我经过了蛮多事情的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开心的。有碰到康仁，有恭喜他，对啊，会有失落感吗？你觉得我有吗？应该还是多少会有一点，就还是会有遗憾。我觉得兴奋跟紧张一定会有，但是。兴奋跟紧张一定会有，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典礼。但是，我想没有你们想要的戏剧化的东西。对。他讲起码六十年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印象很深，就是不管怎么样继续拍就好了，然后不管怎么样热爱你所热爱的事情就好了，其他的有什么无谓。我感谢的永远是，无论是列姐也好，剧组工作人员也好，我们的小编，好不好？然后以文哥。黄金福导演，尤其是烈姐，她把我捡回家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吧。4号，我想要跟太子帮好好喝一杯。今年非常难得。大家各奔东西，大家各自有各自忙碌的，大家有家庭。今年真的，大家都回来了。对，我想要好好把今晚过完，然后明天回去找我妈妈，回到正常的日常生活。哦。